是刚刚应该是长的109年4月28号。台北站，台北站，16:25出发，这是238次前往北回香港花莲的普悠玛吉祥号，及23次前往北回香港树林的普悠玛吉祥号。TM2017 强 TEM2018。223次前往北回香港树林的普悠玛吉祥号。台北站，台北站很高。开启车门。23次将北回线开往树林的普悠玛吉祥号，在台。对，站台北站开启了吗？谢谢各位观看。那下面干嘛站呢？都在吊门道，就刚好面对那喽。拜拜。好，看到看到。好了，23次就要北回香港树林的普悠玛吉祥号。欢迎在台北站顺利的驶进，感谢各位支持，再见。